多好多水果，好好多，好多好多水果，这些水果你都认识吗？你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吗？苹果、草莓、奇异果、西瓜、葡萄、香蕉。你好好读好不好？没有人想听你这样子 crazy 读，好好读。这里还有好多好多水果，这些水果你都看过吗？这是最大的吗？那不是最大的。这个，木瓜跟那个凤梨可能一样大吧。橘子。柳丁，那是柳丁。丁木瓜。水蜜瓜，是瓜吗？水蜜桃，嗯哼，凤梨，阳光，樱桃，樱桃，杨桃，樱桃，这是樱桃，那个是什么桃？哦，我不知道。还有柿子，柿子那是柿子。拔水果，拔水果。还是拔水果，拔水果，拔水果，那是拔几声？三声。拔水果，拔水果 ，purple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pull 开来，破开，破。剖开来 ，po po， 剖开来，可能也是剥开来，就是水果的剥切，嗯，你看你拼啊，就是水果的什么面，剖面，面，因为这是歪的面，那你看呢、啊？你拼出来呀、啊。你拼出来这是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好好读。面，面。另外一个字，面的字前面是什么？是什么字啊？剖。用你好好拼。剖。你好好拼是什么？剖。剖。哦，对，又是剖。Sorry，对不起。剖面。OK， 你还要再读吗？你还认识他们谁是谁吗？